我们来看看两个令器对决。小令来一对一看防，林书豪要到少英，这个是零 seven 的对决啊，谁才是台湾最强的零 seven？ 现在小丽说：“我不让你轻松过这一关了。”嗯，球场上应该是黑色的零七号应该是比较好，对，但是 U2 界可能就不一定了，变成 U2 鬼才啊！哦，是。稍待会，林书豪要拿出要你命3000了。现在国王队对林书豪的压迫非常的严密，这边斜板过来再要到少英，小丽连续两波防守都赔上犯规，一个突破的对照国王整场调度及第四节表现，钢铁人后继无力，中场国王以104-100逆转钢铁人，看起来国王策略成功。你觉得国王为何让小丽守林书豪呢？欢迎留言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